想要生活，来让我家一起来成长吧。实现你对生活的想象，通言与翡翠结缘，请来睇新翡翠。我哋来自云南顺帝嘅大国民东星珠宝，从云南顺帝嘅东星珠宝到加拿大温哥华嘅大星翡翠，经营两店好翡翠。我哋有精密系统嘅审核把关，保障每款产品嘅质量同埋珠宝品牌嘅信誉。大星翡翠系你信任嘅翡翠专家。地址：李志文时代分会楼2470号，电话6042853839。消达即用即即原汁，由水海鲜更系荃湾首次夜茶，全新供应至凌晨两点，仲有独立桂香糖，适合社团宴会生日宴会，全新共鸣祝愿海鲜茶饼，四川菜鱼柳，你看看这个菜鱼柳真系正宗，海鲜茶饼多是同志都为求荣啊！现在至10月30号，总共有2到3名全新祝愿礼。你与寻人避免价格调整，免口外取用税，打6043286079，预约查询啦，6043286079。温哥华华裔小姐热线216，主办机构新时代热线，主办机构城市热线，加拿大中文电台，娱乐生活杂志，金赞助，联邦大牌行，奥时按摩产品器。Trail Appliances 家電專家，大孔華積分攤，原餐飲集團 ，Arico， 海港大酒樓 ，Home Delight Furnishings， 巴西野花大浴空間，現場攝影，老茶攝影禮服。只不過呢個舉報人好快失咗蹤，由於冇證據同埋證人，焗住放佢啦。睇嚟我都要去龍蛇城寨嗰度揾佢。老爺啊，你聽個名就知道危險啦，龍蛇運集，你睇喺入去咩門咗點算啊？夫人啊，而家剩翻3日咋，為咗3米，幾兇險都要去噶啦。但係嗰度我連都佢都唔敢派人入去㗎。夫人，你又唔使咁生人生膽嘅，係嘛？放心啦，高貴仲要掟一條命，都係好容易。唉，高貴起身都唔敢，仲要掟一條命啊！咪賺翻辛苦人，夫人唔使聽佢講，冇事。即係你要小心啲咯。是叔叔的傻逼，你用不着你做。
算啦。Thank you.
真係有老鼠嘅話，你哋咁樣搬曬啲嘢出嚟，咪斬俾佢咬。放啲老鼠藥或者老鼠黃啦，咁就治本啦。啱，有道理。誒，春兒啊，快啲落街。知道夫人。唔係啦，老爺，陣間咧我放老鼠藥，你今晚唔好入瞓。好。Thank you.